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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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刹车！你们怎么回事？哪一个人在这里？怎么回事？今天我们董事长结婚，知道没有？董事长，男的，滚开！哎，你别推我啊！我跟你说、啊，挡风车我不推啊！你一个开车的那么嚣张啊？那不是，男的就是你的董事长，叫他刹车，这么屌啊？等我董事长叫一群保安过来。你这个开车了还这么牛逼，这么晦气啊？叫他上来。哎，等的就是他今天。我处理不了啊，怎么回事？抬个老头躺在这里啊！张大，狗眼看看，这是谁？张大，你的狗眼看上啊？不认识。哎呦，不认识？抬去。真是狼心狗肺。张大，要不要打电话叫保安过来？你林少啊，你有今天，真的是狼心狗肺呀、啊！真的，养这种人呢、啊，还不如养条狗啊！连狗还重要呢，你推我啊！连自己的亲老爸都不认，五年了不管不顾，现在出去闯出个人样了，回来了，现在老爸病成这样子都不认，怎么啦，亲爱的？哎呀，没事。来，你不认就算了，你还要你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你老爸鸡呆样了五年了，背地里是植物人，你看看。要不是有我们这些村民照顾啊，你老爸早就关了钱了。是啊，我们这帮人一个家庭住几个月，出去住呗，那你们领回去呗，我怎么可能带他回去？你想一下，当初我就是养他了，在家里面你看看，住那个泥房，吃那个青菜，后来。我把他赶出去了，你看看我现在有车有房有老婆也有工资。哎，你怎么说话了啊？上次因为你这样子对待他，你自己看你老爸是什么样子，营养不良，头发都白完了。师叔，助理过来，把他抬阳台上面去。你敢动啊？你敢动啊？你敢动我干你我！敢啊！我们养人不能啊，还是你的老爸。直接把你们打起来，扶我一把。谢，等一下。你有这样对你老爸的吗？这个是谁呀、啊？他老爸啊？是啊，这是你亲家公啊。这是你。你这个不孝子回来了。亲公啊、他说他没有父母了。哦，他跟你说没父母了。对呀、啊。讲这个话，那叫啊！你是看不懂我今天结婚吗？你还要动手是吗？你还动手是吗？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不要动手。你再这样，再跟我婚字，我就不结了。哎，不急，孩子，不要这样嘛。坐好，师叔，坐好。哎呀。他讲这话，以前我撒泡尿淋他都好过生他。都说了养条狗好过生你这个儿子出来。养条狗你叫他他还会摇尾巴，可是你呢？啊？你看看他现在都老年痴呆了，而且臭兮兮的，我带回我家干什么？臭兮兮，如果没有他，能有你吗？啊？怎么臭他也是你老爸。你怎么又嘴硬了？你现在，人家俗话说得好，是吧？百善孝为先啊！对，新娘子都比你懂事理，连自己的老爸都不认，你真的是猪狗不如啊！你有今天，你看你老爸什么样子了？哎呀，还说这死老头是谁？那你们要你们就去带回去啊！一人一岁，养他几年不就得了？他就高了墙了。快主意！你给我过来！你老爸没死，我告诉你，气死了！你有你的今天，如果不是你老爸从小一把屎一把尿，一把尿把你带大，话你不怕天打来？你快说报应了！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会朝天谴的！小时候你老爸对你多好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，现在都好了。哎呀！老爸生病了，翻脸不认人啊，真的是败家子啊！我们村民不是养不起他，为他打抱不平。今天我跟你说，你不管你老爸的话，这个婚不用结了。哎，不，亲爱的，你看他这么脏，带回去，我们那个别墅弄脏我那别墅。你过来，脏，狗不嫌渣臭。哎，不要带回去的。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你是不是嫌他脏？嫌他脏是吗？是啊。哎呦，你小时候
拉屎拉尿谁帮你处理的？谁帮你洗的这些啊？就是你老爸。今天我们这帮村民还自己擦的。你几个月的时候你能自己擦？今天就为四叔打抱不平。如果说你还是这个样子不认你老爸的话，这条村你也别进来了。他的那个家产一分都不归你，还有那些地田都不是你的，你不要回来这条村。我也不跟你结婚了。哎，姐姐来了，姐姐来了，不要不要，走得好，别别，走得好啊，新娘子啊，像是他这种不孝子，嫁给他啊，到你们老去的一天啊，如果说你们的儿子跟他一个德性的话，到时候啊，你们有的受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那我要回老爸了。是啊，家有一老，家有一老不如有一宝啊、那不是那要回老爸了。要啦，你确定要啦？我错了，大伯。还有，我回心转意啊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我跟你说，他这几年的那个去医药了，医院的那些医病钱，你要还给我们这些村民。可以，等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先把我老爸带回去，然后我就给他洗个澡，看他。这味道实在有点难闻，再帮他买几件衣服。对，然后等一下这么多兄弟一起来我家喝酒好不好？今天我结婚，把他梳洗一番，回去把那个协议签了先，我怕你到时候反悔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有我在，不会的。对，告诉你，你今天有你这样的成就，就是你老爸不吃不喝给你省出来了，你反倒这样子对待他，天地良心啦。五年了，不管不问，你是人吗？你真的是？那他对我父母挺好的呀。他就会点狗，你父母有钱，他就会点你父母。不是的，不要。自己的老爸一穷二白，他就看不起自己的老爸。像是这种孩子要来干什么？都雷劈了。我错了。哎，要改了。要改，肯定要改。现在马上带他回去。给一次改过的机会吗？老爸，看你表现。如果说，老爸，我错了。我不回去。回去吧，听说。你还不要发脾气了，不要生气了。他真的错了，你要跟他回去。是说，你心腹了。你放心，以后他带你回去，如果他对你不好的话，你告诉我吗？是啊，你收拾他。今晚我拿那个协议给他签，他不敢反悔了。哎，老爸，是说你就跟他回去吧，好吧？回去吧。你看，结果还欺负了你。我没有的吃，我要去你家。放心吧，你想吃了，你去我们家吃，我们随时煮给你吃。你看你这个儿媳妇多好，是啊，我煮给你吃啊。来，等一下，兄弟姐妹们全部来我家喝酒哦。好了，等一下我们过去。哎呀，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只要你回心转意的话，等下我们就过去。啊，哎呀，这个不孝子啊，小心点啊，对你老爸好点。这知道了。哎，我来开车吧，你坐旁边吧。哎，都差不多到家了。